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们这一讲就来聊一聊如何使用芒果 DB 来进行全文搜索。那大家可能在网上已经看到各种风言风语啊，或者各种比较，芒果 DB 的全文搜索其实是成问题的。它以前啊，在这个 2.6 以前，它全文搜索一直是作为一个试用，它都不让你放在这个真正的就是 production 的环境下。到2.6，他终于说了，说我们这个芒果 DB 全文搜索，你可以用了。它问题主要在哪儿呢？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的 developer 啊，它首先它不支持中文，因为我们所说全文搜索，它一定是说它依附于某种自然语言啊，要么是中文的，要么是英文的，因为你要对你这些话呀来进行分词啊，或者说你做一些操作，然后你才能搜索。就比如说，我还事先准备好了一个例子啊，咱们建了一个 text 一个表，我插了四条记录，就四句话，每个记录就有一个 content，我就想在这个里边搜啊。这如果是中文的话，那如果中文四句话，那芒果 DB 还真就是处理不了，因为你中文它都粘在一块儿，你要把它分词先要分开啊，芒果 DB 不支持中文的分词，这个你搜索结果就打折扣。那对于英文的效果怎么样呢？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先看一下，然后咱们再做评论。啊，这四条记录，我事先其实已经插进去了啊。那做这个中文搜索之啊，做那个全文搜索之前啊，我们先要给它建一个索引，就跟我们上节课学过那个地理位置搜索一样，没有索引它是不干事儿的。那怎么建一个索引呢？其实跟上次也是雷同啊，我们这个叫什么字的啊？content 啊，content，然后你加一个 text，就是说建一个全文索引。建好了啊，建好之后我们怎么搜啊？我们 db 点 text 还是 find，然后我们就针对啊 text 啊一个全文搜索啊，你都不用指用字段，它就直接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 search。你后面就可以接了，对吧？那我看前面这几句话里有一个有我名字，对吧？Source，那我搜 Source，哎，搜到我了。首先你发现第一个特点，忽略大小写啊，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那你看，我不是说我 Source enjoy playing 嘛，对吧？那 playing 是个动名词，其实我要搜 play 啊，它也会出来，也出来了，对吧？这是全文搜索的一些特性，就比如说你特别这种英文单词，它会帮你做一个这个叫 stemming，就是说它帮你这个根据你这个词根帮你消减一下，比如说动名词啊或者复数啊，比如说我搜个 place 也可以出来，这个 playing 也能出来，对吧？你刚才那个 enjoy 啊，不是 enjoys 吗？对吧？我搜单独搜 enjoy 出来，对不对？我搜个 enjoying 它也可以出来，就是说。咱们是根据这个词的这个词根啊，我说词根可能不一定准确，但它就把你这些什么复数啊或者动词这些变化呢给你消减掉了，但这就依赖于你的语言，对吧？我们英文有这个东西，但中文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全文搜索一定是说要使用要对应一个自然语言，中文、英文、西班牙语啊，都是可以的。但是MongoDB。它支持好多语言，中文、西班牙语都支持，什么土耳其语、什么挪威语、法语都支持，但中文还不支持啊！我们中文这太复杂了，那这个我也能够谅解它啊。那现在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对一个词来进行搜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试一下，比如说，我们先搜个芒果，因为我这里有个芒果，它把这个芒果 DB 啊也给你搜出来，对吧？它这个减号，大家可以看到啊。它也给你分词了啊，所以我搜芒果，它把这个芒果减号 DB，它也给你，就是给搜出来了。那你说，我就简单的来给大家就是稍微其实介绍一下啊，这个 search 你还可以指定一下 language，如果你指定是 none 的话，就是说是没有 language，我不管 language，然后我也可以指定，比如说我们这个英文。然后还有一个注意，就 stop word，比如说我这个 a 呀，搜不出来啊，这里明显是有 a 的嘛，这个冠词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 a 呀，
还有比如说我搜个度啊，都搜不出来这些东西，还有定冠词啊，都那都搜不出来，因为这是 stop word，就跟我们中文搜那个白勺地一样啊。你搜这个字，你到百度上去试试，它也搜不出来，搜出什么下有这个 stop word，就是这都是些没有意义的虚词助词，所以它不尽所以，然后你也搜不出来。那我们呢，就是说呢，把芒果 DB 的这个权威性给大家稍微看一下，就是说，啊，我给大家演示，就是对英文环境或者是一些这个西方文字，它是能用的啊，不是说不能用，还可以啊。它问题在哪儿呢？就是说，对于如果数据量特别大呀，或者说咱们中文呐，或者说你这更新比较频繁呐，啊，或者说你这个查询的比较复杂呀，它的确是有点问题啊。但是如果说你不想使用一些特殊的搜索引擎技术，比如说你使用 Lucene 啊，或者 Solr 这些技术，那你想他们这些技术也本身也很复杂，而且你基本上你还要再搭配一个服务器，再弄一个环境，这很麻烦。你像你，比如说我们做一个中小型的应用，我们就一个数据库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就用芒果 DB，然后如果是这个正好你要搜的东西也是英文的话，我觉得可以一试啊。如果说就很简单，你也不多做什么事情，你就搜一下，你看看行不行，对吧？如果不行，你再可以就是选择啊更高深的，或者说咱们更贴近的，就是更贴近实际的，比如说 Solr、Lucene 啊，这些这个搜索技术啊，也他们效果的确是要比这个要好很多。但是芒果 DB，因为我们肯定如果说你已经使用芒果 DB 作为数据库的话，我觉得不妨一试啊，这也是个很好的一个技术。好，我们全文搜索啊，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